止住了手不忍吹醒课桌前的少年，遥远的光阴走慢些，未来大把失眠。你骑着单车渐行渐远，去了南海的月，责怪天气预报没有预言某一天多云的夜。无论是选择做一个全职主妇，还是成为职场女王，无论是渴望婚姻，还是独善其身，在她少女时的心中，都有一件散发着柔和光芒的白色婚纱。穿上它，款步在开满鲜花的地毯上，微笑着走向那个最爱的男孩，做他最美丽的公主，成为他最幸福的新娘。即使是我这样一个如此平凡的女孩，也会在疲惫无力的时候偷偷幻想这样的美梦。梦了好多年，我依旧独自拖着行李，在第四个九月穿越面带雀跃和憧憬的新生人潮，继续走在努力生活的路上。我叫严小晨，是个在别人眼中特别另类的女生，因为我永远都在打工。在大家尽情享受着青春的美好时，我奔波在一个又一个的兼职路上，赚着别人不能理解的生活费。没有人会在意这样一个奇怪的女生，心里也会有一个踮脚张望的温暖太阳。我们可以擦肩而过，但即使隔着几厘米，仍然仿佛身处两个世界。加油！加油！加
同学，不好意思，你让一下，你等着我看比赛了。哦，水是收费的。多少钱？三块。三块？啊，学校超市卖两块，你凭什么卖三块？你不是坑人吗？那我拿过来这儿卖，不就省得你跑了吗？我喝完你才说，哪有你这样的？你就是坑人。我不管，反正我不给钱。哎，你喝水，你不给钱，你还有理了？你走不走？不走，我叫辅导员了。哎，算了，人家也不容易，超市离这儿挺远的，一块钱你就当辛苦费吧。什么辛苦费啊？辛苦？那女孩谁啊？要给你给啊。哪个？哎，你这人怎么卖水那个？不讲理是吧？你喝的水我给。早看都不顺眼。反正我不给。啊，他叫什么？严小晨，金融系的，跟吴倩倩他们一个宿舍。行，不给钱也行，把刚才喝的水给我吐出来。我不给钱你能怎么着？要么给钱，要么吐出来，快点。你要多少水啊？我都要。我还有三箱。帮我去拿一下，谢谢。啊，那个沈侯，请大家喝水啊，自己来拿，快点。给钱。多少钱？沈侯，我叫朱月，是中文系的。我知道你喜欢打游戏，我想送你一本书。有我的吗？没有，希望你可以喜欢。这姑娘什么意思？说你喜欢游戏，送你这书。这个姑娘挺行啊。妈，写东西诅咒你了，送你了。我可以请你吃饭吗？这有诚意，拿下的。去，我同意了，快联系他。你那么激动，你去？我去不了，这，这不是我的菜。别人串你去。怎么不跟我说一下呢？拉屎吧，我给你上哪儿了？上课了。你们说，沈侯要是恋爱的话，多少女孩会心碎而死啊？你太夸张了吧！我怎么对他就没有兴趣？你是奇葩呗！哎，不过说真的，我看真要是那样的话，严小晨就得先崩溃。这有关严小晨什么事儿？哎呦，你是不知道，他没事老去看沈侯打球，说是去卖水的。我看啊，专门去看沈侯才是真。这不很正常吗？我也经常去啊。哎，是吗，倩倩？你跟沈侯从小就认识，青梅竹马。你去看他，那当然是名正言顺的呀。其实我早就看出来了，你也喜欢沈侯是不是？哎呦，你们又那么般配，你跟沈侯之间就差那一层窗户纸，为什么就说破呀？你以为是个人就都跟你一样吗？那么不矜持，感情这种东西，谁先主动谁就输了。你什么你啊？烦死了。不过也对。我们倩倩是什么身份呢？追她的人都排着队呢，哪有她主动的道理？是吧，倩倩？我们来标注一下这个曲线啊。哎呀，猴子啊，猴子。你说从咱俩认识开始你就没谈过恋爱，现在都大四了你还单着，你就是怂，你就是不敢，你拿女人没办法。哎，依你对我的了解，我沈侯什么事儿不敢？
我只是对这些庸脂俗粉，我对他们不感兴趣。我就是太了解你了，你就是不敢。那这样，咱俩赌一个。赌什么？赌，赌你不敢约女孩吃饭。你要是不敢，你得管我叫爸爸。那如果我敢呢？我管你叫爸爸。真无聊。那这样，这样，你要是敢，三天之内，你让我干嘛我干嘛。可以，这还有点意思啊。说准了啊，那我点了，随便点，好吧？就那个，看见了吗？就篮球场卖水那个，严小晨。一会儿你约他吃饭。怕什么伤？去。这个长期供给的曲线图，大家注意一下啊。今天我就不点名了啊，那么多人学习。快去啊！不去就叫爸爸，快去！你给我等着，我怕什么？东西帮我拿着，走，真去了？哎，叫我？没错。有事吗？想请你吃顿饭。你知道我是谁吗？金融系，严小晨。你们是不是打了什么赌啊？对不起啊，其实我没事。上次你买了我的水，这次就扯平了。哎，其实我真的可以请你吃饭了。从来都是你拒绝别人，怎么样？第一次被别人拒绝，感受好吗？说什么呢你？事儿虽然是假的，但感受是真的。不过我告诉你，这个严小晨啊，一点都不能追。你告诉你有钱就完了。哎，你嘴上能不能积点德啊？怎么什么人在你眼里都不是好东西啊？我在认真给你传授经验呢，好吗？干嘛？嘿，你别笑啊，看我干嘛？哎，我觉得啊，你要么直接做个示范。怎么示范？追严小晨啊？不急，来不了，他不是我菜啊。什么严小晨？你不是喜欢那个英语系的顾美惠？行吗？三天之内，你让我做啥我做啥。你不是喜欢吗？喜欢就追了，哥们儿再帮你啊。帮我？不是真的假的？猴子，什么意思？又是一年开学季。欢迎各位新老生。哎，我说你可以啊，承接业务范围够广的，哪儿都能见着你。勤劳才能致富，懂吗？行。沈侯没跟你在一起啊？沈侯没。你问他干嘛？我跟你讲啊，少打沈侯主意，你根本就不是他喜欢的款。嚯！啊！哼！哎，可以啊，赵玉环，必须的，花心思了。哎，坐下。烫着了。来，哎，别动。没事吧？疼吗？没事。鸽子是吗？严小晨，沈侯，沈侯表白。对啊，我要跟沈侯表白，我喜欢他。
行吧行吧，不说了不说了。怎么回事？怎么回事？他说他喜欢我。谁呀？严小晨。啊？散了散了，你俩走，走。别看了，这儿你收拾了。留着挺好啊。留着一会儿保安抓你。哎，你花了多少钱？我花多少钱用你管？哎，你赶紧收拾，我不管了。我刚刚看到严小晨跟沈侯表白了，这个严小晨也太自不量力了吧！沈侯那么优秀，小晨向他表白也很正常。哎呦，我看他哪是因为人家优秀啊，也不看看自己几斤几两，配不配得上。小晨和咱们是一个寝室的，你这么说话有点过分了吧？你干嘛呢？今儿食堂菜不好吃啊？今儿周几啊？今儿周五。三天了，什么情况？什么什么情况？三天了，去哪儿了？谁啊？严有晨啊？我哪知道他去哪儿？想他找他去呗。我找了，一天请假，两天没课。那你就去女生宿舍门口蹲他。那可是女生宿舍，我又没让你进去找。给你加餐啊？不是，你干嘛去啊？你真找他去啊？哎，你真喜欢上他了？你怎么在这儿？我就是想问，那天你说的话算不算数？算数。那你做我女朋友吧。哎，来见了吗？为什么？是昨天那个。你不说你喜欢我吗？喜欢就一定要在一起吗？真的假的呀？看来心里是真的。喜欢就一定要在一起吗？不知道呀。哎，喜欢就一定要在一起吗？对呀对呀。难道不应该吗？什么叫喜欢就一定要在一起吗？他的话怎么那么难懂？难懂就对了，他就是不想让你懂。依我看啊，他现在记着咱俩上次拿他打赌的事儿，现在反整你。那你有什么招吗？整他呗，有什么招？追他？你疯了？你真喜欢他呀？喜欢怎么了？有什么问题吗？那你告诉我你喜欢他什么？我也不知道，哎，就感觉挺好。孩子疯了，疯，彻底疯了。哎，你认真点儿，追他是不是？那你得看看他需要什么。又输了。给我买几条闸蟹，送到208宿舍，快点送过来啊！来了。
杨雨辰同学，马上就要考试了，听说你成绩特别好，你能辅导一下我功课吗？你想怎么辅导？你想怎么收费？你确定这题明天会考吗？猴子去哪儿了？怎么样，东西？你得给他发微信。是吗？我给你打电话，你咋不接啊？酸菜鱼都给你点好了，都凉了。是啊。哎，现在小抄都这么打了吗？这别人一点都看不出来，真的。擦了吧。怎么你们俩还在这儿啊？一会儿晚自习就开始了，赶紧去吃饭。我知道老师。你别动，晃眼。嗯。晃眼。没事。来了。干嘛？没事。你等一下。家属吧，给妈打电话，赶紧把人接走。晚期我管不了了。哎，你看，你看，沈侯，哎，我跟你讲，他这个照片啊，在论坛上都转发疯了，他太可爱了吧！我跟你讲，他脸上那个字太可爱了。对呀，哎，谁写的？哎，你说他有没有女朋友啊？不是说严小晨吗？嗨，我告诉你了，你却没告诉我，这不太公平吧？
看来补课是没有成效呀。公共财政学第一章，公平与效率。公平是产品在合乎人类伦理和道德标准的情况下进行分配的。很显然，我们之间不存在这个。那按照你的逻辑，补课没效是不是得扣钱？而且你下午补课的时候还睡觉，这个我该怎么算？要不我脸上的分你一半，欠我的以后都得还的，记住了吗？记住了。这下公平。哎，对了，不开心的时候吃颗糖，不用谢。不客气。走了。小小，爸爸跟妈妈决定把这个幸运硬币啊送给你，因为今年你就要高考了，希望这个硬币给你带来好运，你拿着它考出好成绩，怎么样？我的啦！啊，当然我爸对我好啊！你这是抢你爸爸的运气啊！咱女儿有了这个幸运硬币，今年的高考一定成功，必须的！过年好！过年好！选好了，但布置这方面不还是你们女孩擅长吗？赶紧想想办法。什么时候？今晚啊，今晚就要。这么着急啊？你数量就要的那么多，去帮我到哪儿去弄啊？不是，这样吧，你多加点费用，我多找几个人帮忙，反正没有其他路的。那行吧，那只能这样了。啊，快点转钱给我。好了，拜拜。喂。小陈，别忘了今天的补习哦。我不在学校。啊？那你在哪儿？别迟到。晚一点吧。先生，总的是79块钱，您需要袋子吗？啊，要一个袋子。我先不跟你说了，拜拜。来了来了，猴子猴子，来了来了，躲躲躲躲，猴子躲起来了。走走走！喂！杨晨，我喜欢你，做我女朋友吧。你不会是又在和谁打什么赌吧？这次不是打赌。跟你相处的这段时间，我发现你真的是一个很特别的女孩，我也真的喜欢上了你。杨晨，做女朋友吧，我这次真的真的真的很认真。还有，喜欢，当然要在一起。杨晨，你说句话吧，你就愿不愿意吧？
什么？我说好。那现在，现在该怎么办？我还得去拿快递。我宿舍。爸爸一定让你读你喜欢的学校，做你喜欢做的事儿。你要是再不还钱，小心我拆了你的房子！流氓！小心吧！你以后你要打牌，你再输钱，我就不管你了。给你打的1000块钱用完了，好，知道了。喂，严小晨，我有点事儿，我想跟你换个班，那个加班费算你的啊。哦，没问题，没问题，我马上来。我到了。实在对不起，我还得加个班。我马上到。对不起。你怎么才来？我等了2个多小时。对不起。我知道，又是因为打工。我真的不是故意让你等那么久的。那你为什么每次都这样呢？因为这个兼职对我很重要。你是不是有什么困难？你有困难的话跟我说啊。算了，走吧。我自己来吧。我来吧。那个，明天下午我们跟你们金融系有一场篮球比赛，你必须准时到场。
到时候看看你男朋友怎么吊打上届冠军的，到时候你再送香水，保证所有人羡慕。啊？开始了，干嘛呢？比赛马上就开始了，再不来就别来了。同学获胜。电话已关机。
失去你。